下午1:50左右，接获本分局的勤务指挥中心通报，在金门酒厂有员工疑似猝死倒地的一个情形。那本所接获通报之后，立即派遣线上的巡逻警力赶赴现场，并通知侦查队封锁现场，并进行搜证的一个动作。那也有通知家属到场。那目前全案已经由侦查队来报请检察官相验中，以厘清后续的一个死因。